信息太多了。就是我得到了两个地点，一个是树桥头村11-1梁婆的住址，观音台是树桥村11-2，可能是线索的梁婆床头有个照片，还有一个24节气，当然也可能是就单纯的装饰物。哎，我也是，啊，穿个外套呀，我找个外套。哇，有点冷，晚上出门有点冷，回家换个衣服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也走，我也走。洗脱嫌疑都没有，我们两个可以互相证明，没有人留在迪哥附近。是不是有人去过7号球场、7号清吧了？我也去过，但我没有东西。我毕竟16000步了，没少走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去鹦鹉城看一下，姻缘城，姻什么？嘿嘿，其实我不是要去鹦鹉城，我是要去我的电影院，因为。少了4个电影物资，然后我检查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完电脑里面的那些预告片，会不会在预告片里面会有出现？哇，吓死我了！你不是王乙吧？你是谁呀？那谁啊？让我看一下是谁。五一老师，五一老师停在了我想去的地方，怎么办？五一老师查哪条线来着？五一老师拿的原始道具是什么来着？哦，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过来了。你知道树桥头在哪吗？树桥头我不知道，哦，我还没去，我现在在查。树桥头。